由发展局带头举办，位于湾仔海滨的艺游坊夜市今晚开幕，大概90个摊档，下午顶住个大太阳设置档口。鱼蛋我哋20蚊十五粒，唔会系30蚊六粒咁样嘅，估计应该系好嘅，因为个个支持夜市啊嘛，而家系咪？同埋本身有国庆啊，又有烟花啊，咁应该 OK 嘅，有中秋。现场大概有一半摊位是熟食档，其余就是干货和游戏摊位。我哋系呢个档就是卖一些画啦，一啲 artist 自己画的，系啦，原创的一些卡片啊、袋啊、画之类咯。不过开幕前就发生了小插曲，原来主办单位前一日接驳供电系统嗰阵，附近地盘误以为艺游坊未熄电掣，中途将电掣关上，令到夜市范围需要重新驳电，开幕时间亦都因而延误。主办方承认今次是摸石头过河，相信有经验之后，下次再举办不是问题。夜市将会由即日开放到10月2日，同期在观塘和坚尼地城海滨亦都有发展局联同其他机构举办的夜市，作为香港夜缤纷系列活动。